자, 1층 도착. 가자, 아이스크림 사러. 아니야, 우리 아이스크림 사러 왔어. 들어오세요. 아빠 먼저 들어간다, 아이스크림 사러. 아빠! 응. 어떤 거 살 거야? 이거. 이거? 야. 자. 결제가 끝났어. 성준이랑 같이 먹어야지.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住的这个韩国的大陆社区，韩国的房子跟台湾的房子，大概怎么不一样？ 와, 그거 跟 많이 다 먹겠다고? 다 먹겠다고. 하나만 먹어야지. 하나 어떤 거 가람이? 한 번에 너무 많이 먹으면 배탈 나, 가람이. 배 아파. 한 번에 많이 먹으면 가람이 아빠 뭐라 그랬어? 배 아파. 먼저 어떤 거 먹을까? 하나 먼저 골라봐. 깨거. 알았어. 깨거 하면 안 되고 깨거. 가을 깨고 안에 조금 깨고. 这个房子是已经八年了，34平，三个房间，两个厕所。我住台湾5年，台湾的房子跟韩国的房子会一定不一样，然后这个蛮有趣的。所以今天拍这个房子，还有这个大陆的社区，跟大家分享韩国的房子、台湾的房子大概怎么不一样。所以今天的影片就是我的爸爸妈妈的房子 room tour。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家的客厅，大概这样子。这边是开放式的客厅，这边是客厅，然后这边是厨房，长方形的设计。所以其实这边34平不大，但是设计的关系，开放式的关系，所以看起来还蛮舒服的。这个一个，阿布哥一个，阿布哥一个，这个哥哥，哥哪？ 카라미 방금 뭐라고 했어? 카라미가 여기 우리 집 소개해 줄래? 우리 집 소개해 줄래? 할머니 집 소개해 줄까? 아, 카라미. 텔레비 어디 있어요? 디엔스. 예, 여기 있습니다. 그다음 소파는 어디 있어요? 소파는 거기 있고요. 카라미 장난감 어디 있어요? 여기 있고. 上次跟蒋母娘视讯的时候，她问我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这是冷气，好像我住在台湾比较小看到墙的冷气，都是贴在墙壁上的冷气，好像比较多，好像在韩国很多家庭的客厅用这种墙的冷气。我旁边站着比较，比我高一点点，我是188，所以这个应该快2米了吧。 我们家有两个阳台，一个在客厅，一个在后面的厨房。然后原本这个客厅的阳台其实比较大，我的意思是这边的阳台，这边的阳台其实从这里到这里，哦，也是阳台。这边盖房子的时候，就一开始的设计就是阳台就不做。 然后做客厅变比较大，这样子的设计，所以这个房子也是，客厅是从那边到这一边，从这里到这边的空间变客厅了，所以空间感就比较大。这个客厅的阳台大概这么小，只能塞衣服啊、棉被啊，然后放一点东西。这个门是挡住那个冷气的。 室外机，我发现韩国的阳台跟台湾的阳台最大的不一样就是韩国的大陆的阳台大部分是不开放的，算是还是室内空间，但是台湾的大陆的阳台大部分是开放式的，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的部分。
这边是后面的厨房的阳台，这边我妈妈希望不要空开，因为太乱，但是我偷偷空开。后面是大概这样子，这边洗衣机，这边是有一个冰箱。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家有两个冰箱？很多韩国家庭有两个冰箱，一个是一般的冰箱，然后一个是专门放泡菜的冰箱，大概这样子。韩国的大楼的房子系统柜啊，还有天花板啊，还有地板啊，基本的全部都先搭配好卖给你。但是台湾的话都要来自己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的部分。对我来说，台湾买房子的时候最惊讶的事情是就是这个。韩国的房子基本的装潢全部都搭配好卖给你，所以这个大楼的每一个房子大概都差不多都一样，都没有自己的风格，但是搬进来的时候比较方便。台湾的房子的话，我不是最近才买房子了吗？然后才油漆啊，招设计师啊，天花板还有系统柜全部都弄一弄，这个其实是蛮辛苦的，但是也有好玩，就是我们的房子就是很有特色，很有我们自己的风格，所以我觉得够有够坏。天花板在这样子，然后这个灯也是他们都搭配好的，墙壁是这样子设计，那个灯也是他们装好的，然后这边的门啊，这个系统柜啊，都是已经他们搭配好的，这个灯也是他们搭配好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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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这样子。镜子啊，还有所有的东西也是都是他们搭配好的，还有这个马桶啊，还有这个洗脸的地方，这个叫什么名字？洗手台，对，放毛巾，还有这边是放一些洗，哎，哎，卡德米需要滚，需要滚，需要滚，哦，알았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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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个房间是我们上次隔离的时候有介绍过，所以上面我有链接一下，按进去就可以看这个揭晓这个房间。这边是小房间，这边是很乱，所以妈妈也不喜欢空块，但是基本上我们家哪里都很乱。给你们大概看一下啊，大概。有床，还有这边挂衣服啊，还有化妆品啊，还有小小的东西，大概这样子。然后现在小两个玩球球都在这边玩啊。然后有一个事情跟你们介绍，就是韩国的房间都是铁，这个纸，这个纸是什么纸？反正墙壁都会贴这个，但是台湾的话大部分都不贴，就是直接油漆。听说因为台湾比较潮湿，贴这个比较会有那个发霉的问题，所以台湾的天气好像比较不适合贴这个。然后这边有个门，这边是就是好冷呢，就打开这个好冷，好冷，真的好冷。这边是就是放一些小东西，小创固吧。可是我觉得这个空间可以当这个泡菜冰箱呢，就是够冷了，赶快关起来。哒哒哒哒哒，最后一个房间。很多巷子，到底这是什么东西？这个房间就是原本是我的房间，还没有结婚年轻的小两个爸爸的房间是这个。但是现在我跟小两个妈妈结婚住在台湾，然后这个房间现在弟弟的房间了，然后我的弟弟现在做王牌网络卖东西，所以现在这边当他的办公室了。这边这个很丑的很不好看的系统柜也是他们搭配好的，所以这不是我们的选择。墙壁的这个纸也是他们已经贴好的，但是我觉得好丑，这个我觉得很不好看。然后这个灯也是他们搭配好的，也是我觉得很丑。哦哟，公用多少是公用？公用刚这样。空中不是我。我们这一层有两户，那边是我们家，还有这边是隔壁，还有两户用一个电梯。然后韩国的大楼前面放东西没关系，所以我弟弟的货要出去的，隔壁也放脚踏车。好，那我们下期给你们看停车场。
国道路跟台湾的道路大的不一样的部分就是停车场，韩国的话这个停车位都是公用的，没有我自己的，所以不用买停车位。但是晚上回来的话，有的时候找不到位置要找位置，有的时候要去很远。我们道路的社区总共有差不多2000多户，有的时候要停比较远一点，外面也有。台湾的话就要买我的停车位，是蛮贵，但是有我自己的位置，就是每天停一样的地方，所以也是比较方便。这里是外面的停车位，现在白天很多位置，但是晚上的话车子蛮多，所以室内的停车场的话就很快没有位置，所以如果你比较晚回来的话就要在外面找，基本上还是会都有位置，但是要找一下，然后要走路一下。가자가자가자